我是元朗美联物业大头分行 Jason， 今天介绍上月十一座中层医室单位，我们现在开始看看单位先。咁首先我哋睇翻个厅先，咁啊单位间隔为一房加一间储物室，咁啊实用面积为355尺，咁同时亦见到厨房就用咗开放式嘅间隔。好，咁另外我哋再睇翻主人房，咁啊因为业主入边佢自己都有做下啲装修，咁啊所以能够你见到单位入边有啲家私会喺度，咁啊可以当一个参考啦，咁啊我全部都新新净净。咁睇完主人房，咁旁边一间就系一间储物室。咁业主可能将呢间储物室做成一个衣帽间啊，放下鞋柜，咁甚至有少少杂物放喺呢度等等。咁片头亦提及过啦，咁啊单位属于一个中层嘅单位，但眼见都非常之开扬，咁啊属于西南方嘅方位。咁到最后就厕所啦，咁啊留意翻入边，咁啊会有一个工作平台喺度，咁啊我哋俗称为小露台啦，咁啊可能会喺入边晾下衫啊，放下杂物等等，就系呢个。好啦，咁嚟到最后啦，咁啊多谢大家观看。